我们。一，你在这里写一个字，写 A B C， 用两只手写，那个玩具妈妈帮你拿。好，写要画图，要画一个迷宫哦。画写一个 A B C 啊，哇，写一个 A 的耶，那个 A 的脚打好开哦，太大了 ，A 变成这样子耶。那再写一个 B 吧。A B C 的 B 啊，就是一个屁股倒过来这样啊。那个是一二三的一吧？这样，这样是怎么样？哦。刚刚是那个。你用那个树枝在画画。哒哒哒！你在打地上哦。嗯。呵，呵，呵。呵，加油！小心旁边有弟弟哦。哦。打他，我要打那边。好啊。哒哒哒，嘟噜嘟噜嘟噜，哒哒哒。你看妈妈在做什么？妈妈在脚放在那个上面。哦，很大力耶，这样。这样他会不会痛痛啊？一般不是有眼睛的，也不是有嘴巴的。你在打地上。你看我，棒棒子。你要打那一颗石头，打那个石头。你有打到吗？你要打这颗石头，会，对，对，没有打到啊，打扁了，哇，他跑走了，再打，哦，又打到了，我没有，没有，哦，又打到他石头了，他要跑走，打地上就好，不要打那个会坏掉。哇哇，怎么变成这样啊？哇，你的棍子断成两半了。你不要玩，你不要玩，你不要玩，你不要玩。你的棍子断成两半了。